有几个礼拜还去乌云那边的本地去看东西。那个现在好像很少年轻人在做，那其实那个钱真的不错。我上次做八个小时，1500。我们能做的是糖水，然后还有搬砖，然后跟混水。其他学生带好不一样。对，还有车带。就真的比较穷。低手，好想捐钱。谢祖武程养性二代帅儿谢展荣，18岁当水泥工扛砖头，日薪2500。回 n 等于一减 r 分之 a 1乘以括弧一减 r n 次方之，则 n 等于8，即项数为8。谢祖武的20岁鲜肉帅儿谢展荣，以台剧《有生之年》崭露头角，和郑元畅、吴康仁在剧中有多段对手戏。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蜜然，你怎么会知道啦？老师或同学。就同学大部分都是之前在演什么东西啊之类的，对啊，但是他们都是你知道男生吗？还是听得出来他们是觉得 OK 的？觉得他们不会看吗？当然不可能会看啊，他们都是一群就是很没有素质的人。谢展荣和大家想象的新二代形象相反，新爸谢祖武早在他18岁就让他经济独立，让小小年纪的谢展荣才20岁就有了个老灵魂，开口闭口都提钱。没有，这真的大家没什么钱啊，这怎么去提升生活品质啊？啊，能活着就很不错了。你现在怎么会想要需要赚钱？学业为吗？是啊是啊是啊，但是我爸妈他们不会给我钱，他们18岁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账号。然后里面是我18年以来的红包钱啊，就那些零零头头的东西，然后就跟我讲说你以后要自己去交学费啊，然后买的书本费啊、保费啊，差不多19多万。19万。现在是很努力在持平啊，虽然我跟我妈没有钱，然后我们家的工作方式也都是。很随缘的，但是如果是有是我爸妈这边接洽的工作，那我会跟他们拆大树，对的。但是这是一个我自发性的要愿意学东西，应该是说他们我感觉他说换回来的是我回家吃饭不用钱，这是当然，然后我有地方住，他们会 cover我开车的油钱。然后还有的时候，如果需要开一些东西，制装费他们也会 cover， 就是跟一个普通的经纪公司一样，只是对象是我爸妈，然后没有签合约。那个合约是你自己讲，中间就好 OK， 就是桥啊。有几个礼拜还去我那边的工地去拿东西，那个现在好像很少年轻人在做，那其实那个钱真的不错。我们能做的是糖水，然后还有搬砖。然后跟混水，那其他新二代好不一样。是，应该是说新二代有一个光环的，还是就是也没有说，这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个体，没有说新二代一定会怎么样。你见过贫穷？就真的比较穷。低手，好想捐钱。新二代没有钱真的太意外。谢祖武虽然没有给谢展荣钱，但超高颜值都有遗传给他。小酒窝眼睛深邃的他谈到过去的几段小情小爱，那就三个吧。啊，那个时候的最大的活动可能就是什么吃豆花之类的，就真的就是因为我们没什么钱啊。他怎么会知道你交女朋友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可能有来偷窥监视。我觉得不是跟着我猜，他应该是到他觉得我会出现的地点，然后好可怕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是在家附近，然后他可能想说什么你玩回来之类的，就看你在那边搂搂抱抱吗？有搂搂抱抱吗？应该多少有一点吧。书都不好好念，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猫帅。三立严选，最划算。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